用几个木板和塑料布遮挡的房子，去年秋天因为台风房子被毁掉了，之后列纳尔林家人只好找了一块没有主人的偏僻的地临时盖了个住所。살림처리가전혀없어요그집에그냥딱칸나눠져서그냥마루식인방밖에없고옷가지몇개정리한거외에는뭐가없어서뭐설명하고그런것도없는것같아요와이거텐트몇년만에찍었는데어렸을때보고지금처음보는것같아요要每天来往于汽车无法到达的偏远山区孩子的家，对于所有人都是难题。金贤珠和节目组决定在孩子家旁边搭个棚子作为临时住所。比娃，耶！列纳尔林的家不仅房子小，碰到下雨时还会漏雨。工作人员用帆布修缮了一下孩子家的屋顶。就在那时，在脑海里想象过无数次的与孩子的第一面。Robert，Robert， Hi，Hello，Hello， 哇，예쁘다。이거뭐야이교복이에요？贫穷的生活中也有闪光的童心。照进金贤珠眼里的列纳尔林的脸像太阳一样发光。从学校回来的孩子吃到了今天的第一顿饭。喂呀爸爸呀爸爸呀绿色的木瓜是贫穷的象征，没有钱买菜的孩子们摘下上天给的木瓜，切丝做成汤或者菜，是要怀着感恩的心吃的天然美食。金贤珠想成为孩子的朋友，悄悄地和孩子搭话。짭조름한데반줄알았더니짭조름해요同吃一个碗里的东西，陌生的屏障一下子被打开了，朴素的饭桌的伟大的梦想。If I had the chance, love, don't tell me. 태풍이생채기를남기고간그자리에떠날곳없는가족이그저바람막이벽하나세우고오늘도살아갑니다마른밥한술에도아이들은푸른소나무처럼키가자라고우애가자라고세상을향한꿈이자라납니다가난하지만화목한웃음꽃이피어나던말리의산꼭대기레날린의오두막집第二天天亮了，金贤珠想知道列纳尔林是如何在迷茫的山顶上生活的。列纳尔林家人的一天从进山砍树开始，靠砍树烤木炭为生的人在马里地区有200户。贫民的砍伐会引起山崩和地震，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眼看到就要面临的灾难，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为之。菲律宾的山区日复一日继续着无法向任何人问罪的恶循环，烤木炭的日子连8岁的小弟弟也出来帮忙。
보고 있어. 아, 너무 기특해서 보고 있었지. 幼小年龄的孩子们过早地明白了，一个小小的树枝可以成为钱，可以成为粮食。 捏的儿林和弟弟们肚子越饿越起劲儿的搬木头。金贤珠也帮孩子们干活，希望能减轻他们的辛劳。看起来不怎么重的树枝，拿着却比石头还重。 金贤珠对列那儿林姐弟刮目相看，孩子们背着树枝，很轻松地上山下山。예지리예지리